MK18步枪是一款由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发展的一款突击步枪，它是一种轻型高效的武器，被设计用于近距离作战和特种部队行动。这款步枪的设计非常精巧，采用了先进的材料和工艺，使得它具有出色的耐用性和可靠性。 MK18步枪的枪管长度为 10.3英寸，这使得它在室内作战和限制空间中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机动性。 MK18步枪发射 5.56×45毫米北约制式步枪弹，这使得它在近距离作战中具有很高的杀伤力和精准度。弹面标准弹容量为30发，有效射程500米左右，分为半自动和全自动两种射击模式。总的来说， MK18 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，为他们的任务成功执行提供强大的支持，成为一款经典的步枪。那么你觉得这把 MK18 步枪如何呢？欢迎